水多一点的去泡，泡个半个小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熏的熏腊肉的时候是放了盐的，放了很多盐的。泡个半个小时，把那个盐泡了之后洗干净，拿去煮。排骨的话煮40分钟，五花肉的话煮30分钟，然后煮好了直接切片吃可以，炒来吃也可以，炒来吃切片吃都可以。但是炒来吃的话你们都不要加盐了啊，就不要加盐了，听到没有？五花肉都让小表哥吃了，是的，你看一盆就全部，哎，一个一个的捏，一个一个的夹嘛你，干嘛？又没有人跟你抢，没人跟你抢，你夹那么多在碗里干什么呀？我吃个饭，你们两个人还我，发三通一打，发快递是发的三通一打，这样子啊，我看。数10秒钟就下定链接了啊！哎，不愧是我女神做的。排骨怎么变成78了？本来就卖了78呀，我刚才只说了58，我只上一分钟的，哥姐们，58我只上一分钟，我都上了好像上了2分钟了。这都超值的吗？这个你看，这个竹笋来炒肉吃很好吃的。对，我女神做的。发货了，昨天的发货了啊。好吃。我爱吃我。贝基他们在那个奶奶家吃了。哎呀，今天给奶奶送了点东西过去啊。他在奶奶家吃了。哎呀。阿涛有没有香肠？香肠有啊。香肠有这是广味的啊。家里面还有没有？还有哪些家香肠还有多少啊？没多少了是吧？你们要香肠，你们要广味的还是要麻辣的？香肠你们要广味的还是要麻辣的？炒土豆吃了，腊肉来炒土豆吃很好吃的。哎呀，广味的，我们看一下广味的还有没有哈？麻辣的是吧？哦，麻辣的没有了，麻辣的卖完了，家人们，香肠已经卖完了。麻辣的卖完了，广味的还有，要广味的还有没有人在？我有买过香肠和五花肉哦。有没有要广味的？广味的还有一点。排骨78，在78一斤，在7号链接啊，在7号链接。广味像不像广味呢？就是没有加什么，没有加那个麻辣的东西的，就是加了一点点那个糖，有点甜甜味，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的那种。哎呀，香肠的话你不用泡，洗干净就可以了，泡也可以，泡一下也可以。你吃点饭，你看我干嘛？不是你女神不在，你就吃两碗了。小表哥在，不买货，不买没关系，哥姐们，今天本来是亏着钱干的，今天本来是亏着钱干的。送一袋29.9的竹笋，29.9，但是只有今天，我们以前都没送的，以后也不会送。今天是宠粉，要广味香肠的扣扣一，我看人多不多。
哎呀，好吃吗？肯定好吃啊！我女神做的又不是你做的，你吃我做的，你做的难吃。我做的呀。你不是你做的？我炒的。啥？你炒的？你炒的一点都不好吃。这本就是我炒的。这我女神炒的。给你们上一下吧。广味香肠，我看也没多少了，广味香肠也没多少了。广味香肠，哎呀，吃好了？嗯，哎，胃口不好。胃口不好？嗯。你吃那么多肉，胃口不好？哪里吃了那么多肉？我才吃了一块儿。昨天就想买香肠，你说没有？不是我，因为我没有，我没有看家里面，我今天才看了，还有一点不多了，但是不多了。香肠快点抢，今天抢的都送一袋竹笋啊！只上一分钟的链接，家人们。啊，一毛你就卖一斤给我68吧，照顾一单吧。这个张什么张姐，你要买什么吗？买什么？你要买什么？啊，我饿了，我吃点饭啊，家人们，我看你们说话去了。好不好吃啊？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呀。那我女神做的，你阿一毛做的难吃死喽，没我女神做的好吃。这是我炒的。啊，你吃吧，我看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哎，你别动我手机啊！我看一下。你看也没用呀，你不识字。我看一下。哎，你吃你饭吧，我看一下。你看什么嘛？你看一下，陶总家阿姨莫，你看，像个那个大猩猩，你看这么胖，连我家的那个猪都没他胖。嗯。你看他还能吃，他吃能吃那么多，你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哎呦呦，太太又坐一起去了，看一下，哎呦，你们觉得哎，陶总太丑了，你看他长得没我帅。这腊肉好吃，炒肉吃好，炒菜吃好吃。那肯定的，这是我女神炒的，你看特别好吃，比你阿姨做的好吃多了。你是我炒的？嗯，啥？你炒的呀？这我女神做的，对不对？跟姐说一遍，这菜都是我女神炒的，哎，非得要说阿姨是她炒的，真的是，她做的饭太难吃了。没我女神做的好吃。发了，昨天的都发了，玫瑰花昨天都发了。你看吗？你看一下，而且你看，他这么胖。你是不是在说我坏话？没有，我家的猪都没他胖。他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呀？没有啊，哪有说你坏话嘛？真的是没说。我感觉你上次在说我坏话呢。没有。眼睛是盯着我。啥嘛？没说。看他太能吃。起来，还在这，咦、嗯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吃你的。看哪一个那个吃相，你看一下，哟，又吃了。嗯？啊，没说，你看他又吃了。妈。啊，没说你。你不是在跟我说话？没事，我跟这哥姐叔阿姨们说呢，我没跟你说，我干嘛的跟你说？表哥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呀、啊，哥姐帅们？他吃了三碗。我吃了三碗。啥？我屁股都没动一下，在这儿吃的。我没说你吃三碗。我说你阿涛吃了三碗。那、啊、他才开始吃呢。你们看见没有？哎，我是不是吃了三碗？哥姐帅们，他真的是太能吃，你看他，哦哟，你看。连碗都差点被他吃了啊！啊！我听见阿姨莫了，你说？我说阿姨莫漂亮。你说我漂亮？啊，对，像我家的那个猪漂亮一点点。我就说他要怎么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还会夸我了？他差点把我那个碗都吃了。你们等一下，别告诉陶总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Mm-hmm.
你们都吃饭没有？哥哥姐帅们，我饿了，我，哎呀，我饿了，吃点饭哈。哎呀妈，只顾着他，你看呢？又吃了，又吃了。哎呦！呀呀呀！哎呀！怎么样？啊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我又不是偷偷摸摸的夹的。都吃过了是吧？给你们上的是那个香肠，广味香肠啊。我们一直卖的是68一斤，哥姐们，因为我们用的是品质好的猪肉，不是那种什么国外的冻肉。你看他。然后今天的话买了买香肠的话，买一斤的话送一袋29.9的竹笋。大的了。因为那个竹笋给他们看一下。他长得太。刚来的很多，刚进来的。他长得太丑了，对不对？没我帅。这个样子的。野生的竹笋啊，野生的竹笋。对，拿来炒来吃，炒肉吃，红烧来吃，凉拌来吃，都是很好吃的。你们把它拿回家过后，用那个清水洗一下，多洗两遍就可以了。哎，莫，你还吃不吃？吃呀，怎么不吃？你看他吃了三碗还想吃，真的是，想到那个猪，我家的猪都没他吃的多。你问我。他太能吃了。咦咦咦咦咦咦！全凭打喂一口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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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姐说别打别打，对不对？别打，别给他们两个的。欠三万蹭饭吃，对。啥蹭饭啊？这我姑姑家，我那吃饭的已经干的呀。他们都是喂一口，你看一下。哪里啊？别打喂呀，别打。哪里嘛？我可能不要，这个不要打。哎、咦，喂在嘴里面。我喂在你。哎是不是？你俩们是的话打个是。你俩干嘛？是不是喂在嘴里面？我还坐在这里呢。坐在那里。哎，我当然是空气。啥空气啊？你赶紧吃你饭吧。他们说试喂一口。我喂到你碗里了。你夹给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喂到嘴里，喂到嘴里。怎么吃它的不一样？一样的。哎呀妈，夹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夹这个，夹这个给他吃，这个。夹。这个，哎。哎呀。哎呀妈，拿这个给他吃，拿这个。你吃那个，你吃。这个很香的。很香，你吃呀。哎，你不信，你拿这个给你陶总吃看一下。夹给你吃，你吃。夹给你陶总吃，我不夹。你吃呀。我不吃。香的话，你吃呀，你怎么不吃？我干嘛吃啊？你干嘛不吃？你说香的呀。你不坐在那坐正的干嘛？我看一下。对呀、啊，黑的别不得了。你看，他吃了三碗，刚才、啊、吃三碗了，差一点那个碗都被他吃下去了，真的是。如果碗被我吃下去了。如果能吃的话，被他吃下去了。你会不会说话，表哥？啥？你听到了？嗯。你本来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吃的那么多，那我家的那个，我家那个猪的没你吃的多。难怪你猪都快瘦死了，啥瘦啊？你猪瘦的跟排骨一样，排骨筋一样啊。你这么胖，那就好了。那猪本来就是我要喂胖的呀。你胖，你比我猪还胖。嗯。哎，你干嘛？我看一下。你看什么？你都看。不是我看一下吗？你不吃吗？都被你吃光了，你看。还那么多。你不吃了吗？嗯。你不吃了吗？我吗？吃好了呀。我吃好了。啊。那我也吃好了。嗯。那你拿两个排骨干嘛？你拿排骨干嘛呀？我吃啊。你给大伯姐，你吃啊。啊。你不是吃好了吗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不是你拿排骨去干嘛呀？我拿去吃啊，我等下饿了的时候吃啊。你不是在这里吃过了吗？我等下还饿了，还饿着呢。我等下饿的时候还吃。你都吃了那么多，你还把一盘五花肉都吃完了？哪里啊？里面这你吃的。我吃的。对呀、啊，这你吃的呀，不是我吃的。排骨多少？排骨78，哥姐们。
你快来给我们看一下，给这个直播间的客人们看一下。哎、别看我，这排骨78一斤。哎呀，这是我点我自己吃的。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哎，嗯，为的是什么？青菜、萝卜、红薯藤。青菜、萝卜、红薯藤，嗯、然后玉米粒、玉米这些是吧？红薯、土豆是吧？这些。哎呀，我等下把这两个拿回去吃。你还吃得下呀？能不能不是吧？干嘛？你都吃了那么多了，你还吃得下？你们我刚才不是说只上一分钟吗？你们怎么还在这里说呀，哥爷们？艾莫，你不吃了？对啊。刚来的。再吃一碗吗？有。明天那就比我有刚来的吗？有刚来的吗，哥姐们？有刚来的吗？你艾莫还想吃一碗？哎，你看嘛，我就说你们，我就说只上一分钟，你们又。表哥，你给我放下。这样子，哥爷们，最后一次58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58一斤，好不好？这个排骨啥？因为你，哎呀，别卖给他们了，你卖的这么便宜干嘛嘛？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，哥爷们？好的话，你们打个好。嗯、啊，我改了个价格，我都不想哎，你改来改去的，你跟丫头说一下，是不是都是点了关注加了粉丝团的我们的粉丝，是不是、啊、各位们、哎？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点了关注加了粉丝团的？我不想跟娘说了，我去找姑姑，我去跟姑姑说。跟姑姑说什么？你卖这么便宜呢，我去跟姑姑说，你真的是。你说什么嘛？排骨是生的，要回去煮啊，煮出来是这样子的。煮出来是这样子的，哥姐们，煮出来是这样子的。在这里点了关注加了粉丝的，来再给你们上一波啊，我们平时卖78的，哥姐们都是卖78的，今天宠粉，今天就一次啊，就今天啊，就只有今天啊，就只有今天。哎呀，又要去改价格了。来，5 4 3 2 1，刚刚拍了2袋78。哎呀，你拍了2袋78，这样子吧，你把那2袋退了，快点快点，重新拍一下，先拍一下这下面2袋，先在这58的拍2袋，好吧？现在这个58的拍2袋，然后你再把那78的那2袋退了。没办法啦呀，我本来卖78的，一直卖78的，今天我就是哎送了好多东西出去了，他们就说，排骨给他们优惠一点就优惠一点吧。是柴火熏的，各位们，柴火熏的啊，柴火熏的排骨，只上一分钟啊，只上一分钟。玫瑰花明天就给你，昨天拍的，今天已经发了啊。最后一分钟了，哥姐们，五花肉刚才不是上过了吗？五花肉是只卖68的，哥姐们，五花肉是只卖68的。五花肉在我还在几号链接呢？买五花肉的话，我就68，我就送点东西吧。排骨是不送东西的，哥姐们，排骨给你们价格优惠了，就没送东西了。五花肉都冷了，等会儿拿来炒。都冷了，已经冷了。刚刚拿来炒竹笋的，那2袋78的可以送竹笋吗？皮特可以，你这样子，你把你的电话号码，发在这个公屏上，我害怕到时候弄错了，到时候我给那个2袋排骨，你那2袋排骨78拍的，我就给你送点竹笋吧。58的是不送的啊，谢谢陶总，不用。寻亲路，你是才来吗？我告诉姑姑，告诉了怎么了嘛？排骨78就送竹笋，58就不送啊，58拍的就不送。
五十八，而且只有一分钟，只有一分钟啊，哥姐们。艾美，别吃了。我没吃。你到我家来。这样子，有没有没抢到五花肉的？有的打个有字，没抢到五花肉的打个有字。你还带个口红啊？啥？口红。我一会儿恢复原价了，你们就不要再说，不要再说我再让我改价了啊！不改了啊！不改了啊，哥姐们。嗯。秋天的燕子刚刚进来哦，咋的嘛？有是吧？不能带啊。那是你买给谁的？哥姐们，这个价格已经我是亏了钱给你们上了，是啊，真的我是不骗你们，不告诉你，我是亏了钱的，因为我们这个猪很贵，知道吧？而且成本也很贵，不像是如果是用那种国外的冻肉熏的话，我卖你29都可以，但是。我们不是那种不是用的那种肉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我这个是今天是亏着米给你们做的福利价，而且也只有今天了。你明天或者是后天，过后天你到店铺里面去买嘛，你不行去看，都是78了，58你买不到了。58买一百单都送不了，我是亏着每一单我都是亏了钱的，哥姐们。广问的腊肠是送的，广问的腊肠是送的竹笋。排骨的话，你们拿去用冷水，不是用热水洗一下，洗干净之后用烫一点的水泡一下，泡半个小时，因为我们是熏的时候是加了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害怕你们吃起来咸了，泡半个小时，泡了以后再拿去煮40分钟到45分钟，煮了之后就直接切成块或者切成片吃都可以啊。然后五花肉的话你们可以炒肉，看到没有？炒竹笋，这个你还炒五花肉的话你们可以炒竹笋，可以直接切片吃。五花肉的话也是要泡水，然后炒竹笋的时候你们都不要放盐了啊，放其他的调料，不要放盐了啊。排骨送不了，一心一意送不了。58我都是只上一分钟的链接，还有10秒钟我就下单链接了啊，来，10 9 8 7 6，来最后五个刷一模数，我来，啊，一，好了，干什么事儿？哎呀，直接数。我来数嘛，我数快一点，四，快点数，数快点，一，三，受不了，一，二，一，咦，你数这么慢，好了，抢到了没有？都抢到了吧，哥姐们，都抢到了没有？抢到了打个抢到了，抢到打个抢到了啊！你口红是给谁的？一斤的话，没钱要。这差不多就是一斤了吧，这里面的你看这么多，去看一下漂不漂亮。你送给我都不要，你谁要？你让你阿涛给你买呀。买了呀，阿涛给我买了呀。明天发给你们，明天给你们发走。这个这么看，这么好看，你看一下。这么好看我也不喜欢呀，我家里有。嘿，来，我就好了，看一下，没有了。咋的？你知道我这我送谁的吗？雪燕有啊，回答一下，雪燕有。我们今天买雪燕的，我都送了银耳的。今天我你不知道吗？你才来吗？今天买了天麻的，我送了半斤丹参。买了豹子粉的，我送了10根西洋参，都是送。今天送了，怎么存放？肉的话要放冰箱里面啊，冰箱里面冰冻起来，哥姐们。